黄与库卡是一个人类跟机器人一起共舞的一个作品，然后它有非常多不同的段落在里面，就有讲述到比较像是生死啊，因为机器人是会永远存在的，然后人类会消失，或者是人类跟机器人一起共舞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是这个作品有用不同的章节来探讨这些议题。对我而言，因为我从小就和对我而言，我从小就很喜欢科技，就是所以我一直希望说我的作品它可以有大量的科技元素在里面，所以我在思考科技跟艺术还有我们的生活之间它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平衡点，所以我的作品有点像是在试着去呈现一些我们未来世界可能的样子，然后和观众们分享我对这样子世界的想象。